啊，我是林宝华，我本名叫林辉梅。我有做陈春富啦，吼，我即马担任船长安尼，职务安尼吼。我有做林淑贤，我是深坑志工叶林秀。我苏秋桂，我是志工吼徐凤佳。我是咱红诶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吼。大家好哈，我是顾惠梅，我是红叶查某囝，红叶是我自细汉大汉的所在哈。我即卖伫个红叶社区担任志工的工作，啊嘛伫社区的关怀据点吼咧做志工安尼。红叶社区的志工队吼，伫个1903年成立的吼。啊，阮这志工呢，平常时就是讲扫路啦，啊是讲社区办活动啊，拢来做志工来斗三工。啊，拜二会来煮饭、扫涂骹，吼，啊来服务这时段安尼，会当让咱这时段有一个所在，大家来做伙佚佗，会当开讲，吼，啊会当照顾这时段安尼吼。阮即摆目前吼，每礼拜二拢有伫遮咧办一个和雅社区关怀照顾吼关怀据点。那每礼拜二拢有请老师来，啊，搁来甲因上课，不管画图也好，啊是讲来遮跳舞、唱歌、运动，啊会当互遮个时代会当有一个啊趣味的生活吼，伊伫个即个上尾啊即个人生的阶段，会当安尼快快乐乐来度过即个人生。咱今仔日吼会设计一个活动，叫做110年为长辈圆梦计划。因为会安尼想，就是讲伫个教遮个时段做伙上课的时候，拢会想着讲，自少年的时阵吼，就安尼来为家庭打拼，啊，拢也无迄阵啊较困苦吼，啊，无法度翕一张啊结婚相。啊，所以我想讲吼，来甲因翕一个结婚相，互因咧来弥补因人生内底迄个遗憾。啊嘛，留一张啊水水的相片吼，啊会当互因互哎啊，该互因的逝世啊做一个怀念安尼。无，我迄阵啊嘿吼，50几年前遐结婚拢无迄个婚纱，那时候我们身上都没有啦。没啦，穿得真水。啊，无你以前都穿什么衫？拢嘛穿得穿穿的啦。家己的穿穿就来啊。嘿，有啦，嘛有啊，较无遐水啦。新娘衫有我有穿，但是咱迄早期的新娘衫真简单啦。啊，迄裙迄个一个用一个叉一个裤啊，安尼吼，较无方便，无自然。前结婚的时候，翕这沙龙照。有，阮嘛有翕啦。啊，不过迄时阵吼，因为经济较无好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翕无几张啦，讲做纪念安尼就好啊啦。我讲省钱就好啦。嘿啦。这个计划内底吼，我有写到，就是希望讲咱的时代会当借由这届的计划来亲身体验，讲啊，来红做头妆啦，啊，画一个水水的化妆吼，啊，搁安尼穿一件水水的衫，不管是古装的，还是新娘衫，拢会当亲身去体验，啊，搁有咧体验讲啊，摄影师叫咱我这边，我迄一边，迄种感觉。很高兴啊！这老人祭奠有这个欣赏，我就足欢喜来欣赏。我这世人嘛唔捌穿过迄衫咧，足欢喜，足感恩咧，真好啦，真欢喜啊！讲叫大家吼有机会就爱来翕啦。安尼，这会当吼啊留下吼啊咱的纪念安尼。真好看，真水呀！哎，大家拢足开心的咧，好漂亮哦！安尼小对看一下。你看你今天穿這樣，感覺有水嗎？有煙斗嗎？水，好，很煙斗的。